那个木箱子很好用，来，你过来看。他说我可以在这个里面放列表纸，然后上面呢放列表机，刚刚好。他找了一款，他一看就看，哎，这个木箱怎么跟我的师傅、我的故物那么相似？那个木纹，哎，我们能不能看到？这卡修啊，那个木纹，那个大小都一样。我就跟华人说起了我曾经用这个来装信以及遗失的故事。那他听了以后说：“啊，那太好了，今天就请你把这口木箱归还给你，带回去吧。”那我说不可以，我说我对我现在来讲，信既然没有了，那箱子对我来讲也没有这么要的意义，能够在你手上利用是我很大的高兴。主要呢